本来就是二层，那就赶上。要赶上早就该赶上，而不是我重新开一个直播，这不是你赶上，就是我为了让你再看。你也开了？嗯，开了。你怎么上床了？羡慕什么？羡慕大家都在同中看看一个直播，是不是？谢谢马爹。嗨，晚上好。可以，这个是满的。我现在才认真看这个雪。嗨，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兄弟们，笑死，办完生日喽，晚上好，谢谢 EU RUS 的生日礼物，谢谢，要嘻嘻嘻嘻嘻嘻，今天很棒，谢谢，天哪，这个妆戴了一天了，我晕。怎么会这么的？羡慕张润，那你就变成如此的。待的这么久，这个妆。今晚上做一个梦。哎呦！以为你是我。嗨，晚上好。跟大家聊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来。有美瞳，我不如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来先看一遍。虽然今天的现场感觉大家非常冷漠啊，过于冷漠了一点儿。我待会儿还要去拍东西。暂时还不能摘这个美瞳，跟大家播一会儿，然后晚点我要去拍东西，还有事情没干完。猜秘密，以后大家会有机会见到的，在不久的将来。有啥？哎呀，这周还不如在家睡觉。为什么我的 iPad 还没有电？你刚刚才说只是见了我一次。我就是在等这个 iPad 充上电。然后你现在说还不如在家睡觉。那些音源，音源我可能感觉我要明后天，我下周找。等到时候，它自然会出现的。对。给的糖，谢谢。其实我没有吃那个糖，因为我没有买太多，所以我自己也没尝。然后，但是它是，我只知道是牛轧糖来的。啊，糟了！那个本来是在中间间奏我就要发的，因为那个是本来就是，就是指的是就是，这是他送我的礼物。然后我说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吗？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就把这个糖在这的时候就发给你们。我晕。结果愣是在那个椅子上盯了那么坐了那么久。然后本来那个气球也是。那个气球本来最后站在那儿是要把它扎开的，就是它扎掉之后是里面会有那个金花洒下来，很漂亮，我们试过了，结果他不给我洒，他说我扫不干净，我说我会捡干净的，他说不行，姐姐说，而且当时我彩排就跟他讲了我要撒金花，他那个时候说可以，今天他又说他批的是我的玫瑰花，他说你在钉钉上是不是跟我讲的玫瑰花吗？我说是啊，但是我彩排那天跟你讲了金花，你说可以，他说我批的就是玫瑰花，不许，绝对不可以撒。我今天拿那个糖上去的时候，大海凡问的时候不要在台上扔啊，我知道了。我说我之前拉票的时候我还扔过花呢，我说这个牛在上不硬，我不会大把大把撒的，我说我之前还扔过花，他说那个时候出规则了吗？一两岁的时候，我说可是我写了很久哎，他说你自己想办法，他说你拿去目送法，我现在都是尖脸，就无语，那个时候光影看上就十分钟了，那就是那个时候确实真的很无语，今天一天我只能用无语来形容。那时候别人都是看见我都扔，怎么这么瘦？从小到我就是要扔的，为了扔的好看，我还特地买的篮子，因为就是我就是觉得剧场的篮子不好看，然后我特地去买了个篮子。哦，谢谢喜欢西西的生日蛋糕，谢谢。好呀，这些糖我写了很久的。因为我其实买了很久，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写什么，我可能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有想法了我就写一点，然后有想法了就写一点，我是写到昨天晚上我才写完的，我
我晕。你好胖，你好胖，你胖。结果给你洗脑，开场十分钟了，让我改。不是，我不是说我看真的离谱。而且那个想你了最后结尾对的光他也没给我，我要的是一个他的暖黄光，就只有那个光很漂亮的那个，他是那个暖黄的光，然后从后面打过来，当时我想是配上那个金花，然后两个人剪影很漂亮啊，结果他今天他不给我扎这个花，他也不给我熄灯，这搞得我们俩很尴尬的站在那个地方，我真的是我人都晕了，什么东西啊。我知道这是过真的有时候就很无语，谢谢机智的甜甜的糖果。这个篮子我也没拿走了，我就放剧场了，我说我送，我说我捐给剧场了，我不要了。都是之前看到的句子，很多是我备忘录里的，有些实在没够的话我就是在网上找了一些，但是真的写了很久，因为他要时间去，就是去思考。嗨，晚上好。我发现我真是吃不下，比如说我刚才吃光。谢谢宝玉的生日礼物和生日帽。反正就很无语，我今天一天，我的无语已经写到脸上了。可是吃萝卜怎么能长胖呢？我昨天就跟姐姐讲了，我今天要彩排，结果居然能有冷餐开到了1点，我晕了。但是白萝卜。我觉得板凳都给我坐穿了，当然不是那只猫猫啊。胡萝卜都不吃。我穿下他的拖鞋。真的，给我整麻了。我不是不想给可乐，是很尴尬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前面丹妮也是发了可乐，然后大家是挨在一块儿的。好了，粉丝到我面前来，我话讲完了，我递出去了，他人走了，就很尴尬。真的，就是我觉得对我是心理上的一种考验，我真的很尴尬，我在那个地方。那一瞬间，我甚至想算了，我不发了，真的很离谱。就好多粉丝在我面前都不停下来，他拿了就走了。然后我就是谢谢辛苦啦，我手都递出去了，他不拿，你知道我很尴尬，我只能又往后递，然后他又回头了，我又只能又递回给他。抖音有什么可以？就真的很尴尬，我今天觉得我在那，我觉得我脸上已经写满了尴尬，我没有这么尴尬过。然后那个糖我也是觉得很无语，他让我拿出来发，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够这么多颗。我已经过时了，发到后面，然后就是发到后面就。就我也没有糖，然后有时候可乐大家又不拿，然后只有我一个人的桌子上剩了一堆的可乐。我晕，我本来不爱哭的，今天真是给我整破防了。我谢过这个了吗？谢谢宝玉的生日礼物和生日帽。圣诞变装，变什么？对，那个糖我其实还挺想大家都能收到的。算了，我不要圣诞变装了，我要变成一个。我拿也不是，我不拿也不是，然后因为我前面又少发了一节，我叫哥哥进去帮我拿那个糖，我忘记拿了，他非要跟我讲，他说要等豪哥出来再进去帮我拿，那不人都走的差不多了吗？然后我只能自己跑进去拿，拿了出来之后，哎。反正很尴尬，哎呀，就是谢谢给我留下了人，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这个阴影不就是一点都不弱于我出道的时候的阴影，真的很尴尬。特别是没有人拿的时候，我真的很尴尬。就是他前后都拿了，他不拿我的，我就觉得很尴尬。虽然我知道他只是因为在跟，就是在说话，或者是他可能就是走过去了，但是我第一次办生日，我不知道竟然会这个样子，太尴尬了。我的应援色是橙色。哎，现在演戏不太行了。然后今天演的时候，我又一直觉得台下在笑我，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就很离谱。眼睛都很大的话，
真的，我跳舞本来就，我跳舞真的很，我本来就很，就是很担心我跳得很丑。这个我一直听到下面在笑，然后他挨我好近，我又不知道是谁在笑。然后我每首歌结束，大家都好冷漠，冷漠到我每首歌，我都觉得我晕。就是也没有抠，然后我在演的时候，老是能听到前面的人在笑，也不知道是谁在笑，反正我就是听到大家就是那种聊天的感觉的那种在笑。确实有人在笑，好尴尬，对吧？真的好尴尬。而且主要是会心里面会想很多，所以大家不要在台下笑。表演的时候在下面。笑了很大声，可以悄悄笑。是，你可以悄悄笑，你不要笑那么大声，真的好不礼貌啊。对，特别是别人的表演。特别是我这种跳舞不好，本来跳舞就很。想很多。对，我本来就很担心我跳的不好看了，你让我听到你在下面笑，我也不知道你在笑谁，笑什么。确实。然后我又要想动作，又要觉得我天哪，谁在怎么了？我刚做了什么？很好笑吗？是，谢谢菠萝插翅难飞的麋鹿胸针。再好笑也不至于笑得那么大声吗？就你笑到我在台上都听见了，我觉得真的好夸张啊！还有那种聊天的，也能聊到我在台上都能听见。下次我跳舞就冲下去，就和他对。下一次我再听到有人笑，我就要站在那，谁笑我？给我出来，跟我道歉。当然，如果是我跳错了，就当我没说。真的，我晕。就是，没什么效果。可是，如果我下去，是他尴尬还是我尴尬？我觉得是我尴尬。他怎么会尴尬呢？尴尬的只有我。他笑我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尴尬了，我还要下去把他揪出来，问他你为什么笑我？他说你跳的太好笑了。我会哭出来的，我破防了。不，我们就暂停。我就说你笑啥呢？哥哥，停一下！你为什么要笑我？我采访你一下。哦，谢谢星星的生日蛋糕，谢谢。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也没有听到抠，然后就反正很尴尬。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自己选歌的问题，我选的歌其实都不是很好抠，然后我觉得也不是大家在剧场非常想看到的，就我感觉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那每一次我都觉得我像一个笑话，我在台上，因为这个灯光红，每次讲 MC 大家不笑，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跳舞大家就要笑了，对对对，就笑的真是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个谐星吧，我跳个舞就能让大家笑成这样。你这边是不是，哎，我每首歌结束除了黑玫瑰我都没有听到抠。你是我是不是要这样，黑玫瑰也是给了我一种就是我那个前奏，我那个前面的旁白放完，我也听到下面在笑，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什么这么好笑啊？下次能不能我放个麦在观众，我在就是我建议剧场能不能放一个收麦的，在就是那个收声的麦对着观众席，也让我们听一听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好笑，能够让你在那个时候笑出来。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就来这儿。真的，再来两次，我以后再也不会选这种歌了。什么？就是那种被自己尬到破防的感觉。嗯，什么？发电？就很离谱。我现在就是在用 WiFi 发电啊。不，我觉得我没有粉丝，太尬了。谢谢 Real YIF 的糖果。唱歌不知道，我知道啊，就是我也没想大家，我也没有想大家一定要去抠，但是我就觉得这是这首歌它就是很安静的歌呀，可是我觉得为什么不抠你还要笑我。用 WiFi 发电就是指我没有钱。是，可是我晕。可是我却用我的爱发电。
你看呀，就是、真的，我连录播都不敢去看的原因，就是怕看到自己很搞笑。因为我今天不知道侧边还多了一个镜头，然后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今天是三个镜头。我今天上未来会来的时候，我找了半天，我都没找到亮灯的那个摄像机。我发现我真的全程没有看过镜头。玻璃心。我那首歌是为了还原我出道的时候的那个。那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找的是一模一样的衣服，它就是我出道穿的那件衬衫，我只是换了一条裤子，我甚至去买了一双一样的黑靴。我晕，找了半天，我就还是像出真的，连找镜头这件事情都还原得非常好。来什么？谢谢未来而改名的麋鹿胸针。谢谢你的糖果。你好美，就好，看见了吧？就我今天下来，因为我听到台下在笑，我甚至不敢回后台，你知道吧？我怕自己闹了笑话，我就一直在后面把我的箱子收好了，我去换衣服，换了衣服我也不敢回去，我觉得好尴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笑我。这也是一个爱心，看见了吗？还有什么？就是结束了，大家好像也不抠也不鼓掌，然后我。跳还是唱的时候还要笑我，我就觉得，我天哪，我干了什么？这样显得我脸小，往后坐一点。就是人本来就已经很紧张了，又给人一种很尴尬的感觉。笑死了！我下来，我甚至连房间都不敢打开，我怕自己闹了笑话。谢谢曾思纯最喜欢我的跳动音符啊！我真的第一，就是我好像很少见过这个音。礼物和那个什么魔方，到处都是，我都没有见过，就是他就是没怎么见过这个特效啊！啊，我不敢看大面，真的留下心理阴影了。我要明年就要告诉我还要办圣诞，我真的觉得好离谱啊！这是 Liga， 应该今年办的应该是吓死人。今天办的应该是今年的。你多有直播的，就我也不是一定要抠，但是我觉得你坐在下面笑就真的很离谱了。你笑的还能让我都听见，然后就是你听到有人笑，你余光瞟下去，你目之所见的所有人都是低头在玩手机的，也没有人看你，你就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傻子在台上。是你，好巧。今年的已经办了，我没办呢。然后你，我真的不敢去看，我很恐惧，我晕。而且我今天耳返声音超级大，但是我一开始唱我就听到下面在笑，我当时想，我干嘛了？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等着你给我发。真的有，我又不是幻听。今天冷餐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笑，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我头都不敢抬。我觉得我很好笑吗？你这，我把耳返摘了，因为它有点儿，就是聊不下去了啊！就是我好像又听到耳返里的声音了，我也好像没听见，它有点接触不良。然后我又好像听到有人在笑，然后想把耳返摘了，发现我又听不清楚。我总觉得就是现场那个是有延时，会觉得我有点掉拍子了。然后我又开始带回去，然后就很尴尬，整个过程是我真的非常的尴尬。不是的，是冷餐读信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很令人尴尬。谢谢石头茶泡饭的玫瑰花。我今天大哥第一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耳返它也接触不良，但是我下来又没有来得及换，然后我就又戴上去了，然后就算了，反正都戴上去了。什么意思？因为我彩排的时候其实没有戴耳返的，因为我觉得。但是因为那首歌太低了，我前面实在是下不去，所以我就想听一下我下去没有，所以我还是带了个耳返上来。有人说我们两个好呆。我们俩。没有，我和 Liga。哦。哪儿呆了我们？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你读信的时间应该是属于读信的那个人的呀，就像生日环节也是属于生日的那个人的呀。就很离谱，哎，我天哪，我又开始红了，这里倒霉，就是我上场前10分钟告诉我节目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哪个都不行。拜拜，我知道你这句话就是想挂掉我，
好，拜拜。就挺倒霉的。我已经领悟了。真的就是说的我，就是那种他不给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你自己想办法。好，拜拜。真假的？嘴上这个倒无所谓，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嘴上说说，你就是不会来找我。我没有想到的是不可以发糖，因为我记得之前大家都发糖的，然后我之前还扔过花，然后我特地也是试过的，就是我一把抓不了太多，就撒下去它也是散开来的，我觉得它也不会砸到人，而且那个糖，但姐姐说那个不是软糖，它就不可以往下扔。而且当时我是觉得我是抛下去，我又不是砸下去。哎，主要是我写了很久，那个是我很想发的东西，他不给。然后那就是上来就十分钟了，然后临时又去改那个想你了那个气球，他不给我扎的那个东西，又改那个，然后又要改，然后就搞得我非常的焦虑，笑死，无语，真无语，真无语。然后我今天撒羽毛，我撒下去那时候就完了，撒出垫子了。我撒到垫子之外了，我待会儿还要捡，我当时撒出去就是这个想法，我说我晕，它怎么飘出去了。我本来预计的是它会在垫子上的，结果它还出去了，出去了我还得自己捡，也没真的没有人上来帮我捡， 我真的是无语了。你是谁呀？我是要人糖的，大家预判是没有错的。我如果只是为了给吴雨霏剥一颗糖，我也不用把一整篮都拿上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只能来得及说就是要挨过这段间奏，那就要去改它。熬过去的话，那只有说我剥颗糖给他。没有，明明就是你找我。真的是晕，我本来留的时间甚至是可以够我每个台，就是左边我也能发，右边我也能发，中间我也能发到的。唉。因为我吸取了上次我发向日葵太赶了这件事情，我这次特地试过，我是能来得及发这么多的，结果不会有下次了，我又再也不会准备这种要往台下扔的东西了，我破防了，我又再也不会在舞台上扔东西了。他真的改了我好多的细节，让我非常的不高兴。但你也不能说是临时啊。那他也就是我也会觉得那是我自己没有提前申请，是因为我觉得之前也有人扔过，然后呢，那今天他说确实啊，那之前没有规定，那现在有了，那就也是。所以我当时只是烦的是我觉得太临时了，你要我自己去改，我本来就很紧张。是烦的是这个。就是那种公司，懂了，就是说我不是不真诚，就是说。发现下来也是，我又找不到人帮我换衣服啊，这也怪我自己没说我要换衣服，对，但是我在后台居然连个阿姨都找不着，还是当时我下来正好碰到江江跟周周在那换衣服，然后他们说要帮我，然后他们帮我就是摘耳饰啊项链啊那些或者帮我戴呀、啊、周周甚至一直是等到我三首歌我换了最后一套衣服他才说你没衣服了吧，我说对，我说谢谢你，他才走的。没有啊，我穿来看。当时就觉得很无语。你没娃哦，不就是他娃？你插虎口啊，笑死！大家都是好人。今天的气球也是，今天的这个氦气也是奶盖赞助我的。他跟闹闹帮我打的这个气球。这个那里面的闪金粉也塞了超久，我甚至都扎了一个试过，很好看，他们才接着打的，结果也不可以上去。我很不喜欢这种很临时的事情，然后本来我就很慌了，然后我一上去第一首歌我就听到下面在笑，然后第二首歌又听到，第三首歌又听到，我就觉得是我有病吗？我说天哪，我今天怎么了？我怎么能翻三首歌的车？你没吃过尾子追呀？因为我一直没有空，完全就是，就是台上所有道具都对一遍走一遍，就是因为彩排的时候台上太多道具了，当时只是就是走了一次，然后过了个音乐，
不不不，我不是在怪 staff， 我没有怪大家的意思，我只是想讲一下我什么事情这么倒霉。拜拜。倒霉是基于我觉得这件事情太突然了，对我个人而言，我有点应付不来。对啊，不不，这是现在的规则，我能理解。我只是自己很烦而已。我只吃过一次哥老倌，就完。然后当时又上了台，我又听到下面在聊天，在笑。哥老倌。然后你可能余光瞄一下，发现虽然低着头，也没有人看你。然后呢，结束之后也没有抠，你就会觉得啊啊啊！就是那一瞬间，我的想法就是让我回到云公演，不是。我宁愿接受台下一个人都没有，我也不想在人群，就是那种，是我就是那种，你可以接受，就是下班就是没有人接，你也不能接受自己在人群当中挤着，就也没有人管你，他要挤你，然后你也出不去，你还得跟在里面走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尴尬。我每次都只想逃，我想逃离这个星球，换一个世界生活，太尴尬了。再过十分钟我就关了，好吗？就是说有被尬到。但是总的来说，第一次生日，嗯，也算是办完了。那就不回答我，我不自问自答。那我干嘛呢？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但凡聊天或者笑的再大声一点，我可能在台上哭了。就是那个椰子鸡好吃，然后还有秒星还是星秒的猪肚鸡好吃，还有金奇烧的。不，我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下面接下来一周，天天都在排练，天天都有排练，然后我还要去上学。哎呀，然后下周还有公司照要拍，然后周末好像，然后还有四班的要复排，又要重新学。然后然后这是什么字啊？还有一个别的东西在学，然后那个外务的舞也是还要再排练。然后我也差不多搞完圣诞，我要开始把我的论文开题了。反正，唉，我晕。我有点认不清这个字了。是一次不太美好的回忆。你们看，多看几下，你们就一直发。你们觉得看一眼。谢谢，尴尬到我了。谁尴尬你？谁敢让你尴尬？台下的观众。哪有？他们笑我。我都看不见他们，不是。张亮，不让你看看我。我下次不带美瞳上台了，我看不清，我就不会破防，我不会破防，我就不会难过，我也觉得自己非常好。你的偶像不是我。哎呀，现在口罩好卷。确实。我的耳机没电了，好难受。现在又不用。哎，什么玩意儿从后面跳过去了？哦。哦，看这个耳机。没事，大家喜欢就好。我也不知道，我是被自己感动到了，还是我太紧张了，还是我就是太，反正那一下转身的那一下我就哭了。我其实没有想哭的，因为我觉得哭起来实在是太丑了。真的就是个意外。不能说它一般，因为它价值39。嗨，高威然。嗨，杨姐。闹闹和润在这儿，不能说一般。我们在直播。哦，倒也不用哭得很好看，我其实非常希望能够开心一点的。好的，有高阳，因为他这个是原创。没问题，高阳，你回击的也不错啊。你去哪儿了？今天你去谈恋爱玩？他们高炮去玩密室了。今天是跟高炮一起去啊？是啊。我会吃。哦对哦，我好吃醋啊！你们两个居然在我的房间，我晕。你做了八个月，你刚跟别的女人出去，你吃啥醋？没有啊，我没有跟别的女人出去，我跟着我的男人，不是我跟着我的那个什么好兄弟的。今年这个圣诞是因为就是公司有要求，是必须要办，就是你不能放弃，你也不能不办。
如果按照我的个人的想法，我今年就是可能我是不想办圣诞的，因为我又觉得，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撑起这么这种舞台，然后就会发现今天这样子的事情啊，我被人笑了，我都觉得很尴尬。并不符合我的审美。就我现在，哎，我怎么今天一天都在哭啊？一点都不开心，这个生日过的。而且我居然要22了，有区别啊，两边脸。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哪一边脸比另外一边好看一点？左脸比右脸好看。大部分人都是左脸比右脸好看。我就要配这个指甲，怎么了？我就配，我就配，我就配。这是叫做比较混搭，我就要。其实办生日又是希望大家都能来看看我，平常能，平常又很难能见到，结果，少半年，少半年给我办破防了。一个人办，一个人办。啊，一个人办，一个人办，什么时候一个人办？那就看什么时候一个人办吧。这就代表着我只是外表成熟，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安静。我今天站后台的时候，我只想点一首《安静》送给我们自己。等我的指甲长长点。站在这里，我超想睡觉的你，我的。你们不选粉色吗？我觉得粉色个人公演。笑死。变成了大家的。会，我指甲变得好薄，就是。我好后悔去年没有办圣诞，我要是知道今年是这样办的，我去年两个人的时候我一定会办的。就是我得先找到我喜欢的粉丝，哎，一点都不酷。我求求了，明年能不能不要四个人办了？好吧，我没资格提。我怎么能提这样的要求呢？粉蓝是挺配的，粉色和蓝色应该就是 CP，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明年不要强制大家一定要办圣诞了，这种不能选时间。还必须要办的圣诞，实在是我有点消受不起。粉色显气色吧，如果是皮肤白的，就那种。我以后会尽量少唱点歌的，实在是太尴尬了。我真的接受不了别人在下面笑我。我也不想一个人办。我只是觉得不要再这么尴尬就好了。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会被他安排，但是幸好就是现在还能提前一个月。童乐商，过来。过来。我破防了，铜锣烧。铜锣烧说：“你抱我，我破防了。”是不是破防喽？下一次你去跳生日公演啊？哎，但是调量我觉得很非主流。确实，特别是变成黄色之后。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抱啊？你还这么生气？好的，我皮肤不。你好臭，我晕你好臭，走开，太臭了，对不起他，他一股屎臭味，我实在是不想抱了。谢谢麦吉的圣诞礼物。没事，大家不用安慰我了，眼见为实。确实，所有人都能驾驭。确实，确实是黑粉。他的那个发色挺好看的，感觉有点像我之前染的。谢谢谢谢你们安慰我 ，Thank you Thank you。啊，猫和老鼠。那我会被姐姐。哦，原来明天要发工资。对啊，对啊。
没有，没有，永远都别到。对，我宁愿，我宁愿我永远像现在这么穷，我也不愿意去看那个数字。我也不愿意先，就是发了好像没发似的。是的，更少，实在是没有必要。要是大家都觉得很成功，那为什么要在下面笑我呢？因为觉得你可爱。我谢谢。不用这样觉得我可爱，也不用在我唱歌的时候讨论关于我很可爱这件事情的。你看我都有眼纹了，大家。对。离谱，哎。羡慕我有眼纹，那你就多笑。对啊，我早就有，其实我小学应该就有。希望以后我能大胆一点，下次我就是给我闭嘴，安静一点。看到没？眼睛这样笑，以后再也不笑了。谢谢，是妖猫不是猫妖的喵喵的奶茶。就这样子笑。我跟你们讲，就是在就是。你去看一些音乐剧，或者是那种朗诵表演的时候，在台下聊天和。就是聊天和笑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很不尊重站在台上的演员，虽然我们也不是站在台上的演员，然后就可能也没什么值得大家尊重的，但是就是说你就是花了钱都来了，就不要带给自己这种观感不好的体验，好吗？我们回去吧。希望大家去，希望大家就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记得这件事情，用我的亲身体验告诉大家，这样真的会让台上的人，会让台上站着的我们这种本人就没有很自信的人非常的难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笑，可能我幻听了吧，就当我太紧张，我幻听了。谢谢。以后我要学会戴两个耳返，我再也不只戴一边了，我要沉浸在我的音乐世界里。马库斯，到底是马库斯还是马库斯？应该是马库斯。总之还是很感谢大家陪我过的第一个圣诞，对，谢谢大家。虽然我没有多开心，但是大家看得开心，就已经达到我想要的目的了。对。谢谢手套。我给大家先听一听音源吧，虽然我觉得他录的就是非常的垃圾，我愿意用垃圾来形容这个录音，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的录音就花了我四位数哈，就是他告诉我管这叫成熟，我晕，我根本听不清楚自己在唱什么玩意儿。我们聊点开心的事情好吧，给大家听一下，给大家来一个先行版的录音，不许我破防了，不许大家破防，大家必须给我开心起来。谁胖乎乎？确实有瘦脸，确实有瘦脸，对，就是有瘦脸，我想给自己看个瘦脸。他修的挺，就是挺一般的。这样了，你应该说他要给自己开个瘦脸。对，我在外面，我在外面找的录音棚。我的妈呀！谢谢董哲猪猪的荧光棒。晚上好，晚上好。这个网真的好卡呀！还没有放你就好听，你是在敷衍我？我求求大家，你们敷衍我的时候认真一点好不好？哦，接二连三的让我要破防，我无语了。好无语啊，以后我要摒弃我的所有感官，我不听不看，
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两眼不望窗外景。我这永远不会破防。没事，破久了我就不在这儿了。自个儿照镜子给自己做个导航。认真的换工作喽。哎，对，这是个辩题，就是认真的敷衍还叫敷衍吗？其实，哎，说的也有道理，我没办法评价这句话。有，我觉得我待的越久，越觉得我好容易破防。对，继续深感无力，快崩塌。你是否也曾因为一句话，在深夜哭到嗓音哑哑？请相信，我也曾和你一样，悲伤的人啊，随我轻声唱。请相信，在乌云背后总有光。悲伤的人啊，值得被温柔相待。别担心，我们都从深渊之中通向大海。然后后来，然后但是看习惯大了，然后电视把眼睛给关了，就是发现电视里关了。你是否曾见森林和湖泊？再后来呢，我就开始翻在那河之后，像幻中清澈透明的生活。你是否被这花朵凝视过？造物的美好奇迹看不破。你也曾迷恋音乐像我吗？为心碎日子放肆流泪呀。我真的记忆像清档了一样，我唱完就不记得了。真的，我在台上唱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心里话一样讲了出来。我甚至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背这个词。我也曾和你一样，悲伤的人啊，随我轻声唱。其实我喜欢这首歌很久了，我之前发言时刻的时候也想要唱的，但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没有想好我要以一个怎样的一个方式去表达它。然后这一次就是感觉就是想起大家最开始认识我是因为在豪哥的时候唱歌，所以这首歌大概就是初心不改吧。因为前面那个 PV 讲的是关于那个 PV， 哎呀，本来我找我朋友写的挺好的，搭上也挺好的，但是拍不出来也剪不出来。那个讲的大概就是那种就是你见到了繁华的世界，然后你喜欢霓虹，你也喜欢小时候的彩虹，但是你会觉得自己跟就是这些地方，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格格不入，然后呢就觉得很迷茫。他想说的是关于迷茫，然后未来会来呢讲的大概就是一个从迷茫到跟自己选择，跟自己和解，然后勿忘初心的感觉。所以我也选了跟那年去年第一年豪哥一样的景，一样的衣服，就头发没办法还原，因为那个头发太短了。然后因为我已经把它卷了，我如果把它拆了它会很炸，我没有办法，我三分钟之内能够搞好衣服还搞好头发，所以我只能放弃了这个头发。对，虽然我也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那是我豪哥那件那套衣服，但是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读懂我的小心思。大家都理解错了，当时大家都以为的都是我可能对我对这个 PV 非常的不满意。我唯一没有办法怪一点就是我自己要贪这个便宜。我回房间洗澡了，明天见。就很离谱啊！医院见，他是我。明天医院见，拜拜。祝大家就是健康。好。
祝大家健康开心。我洗澡不关门，你洗澡不？那我来了，来吧，要一起吗？可以呀、啊，等等我啊。绿色之间的一个，对，听你蓝，嗯，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但具体的颜色，悲伤的人啊，随我轻声吟唱，请相信，在我有你。我肯定不是泡泡啊。谢谢蓝色双鱼的平安果。我总不能就昨天解释说哦，因为好啦，今天就我要去拍东西去了，就聊到这儿吧。主要就是想讲一讲生蛋的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讲的。然后本来是想赚个鸡腿的，但是感觉也赚不到。好，谢谢舅舅小雨的圣诞树，谢谢小小心意的糖果。好啦，我要去拍东西了，我约的人已经在等我了。我再不去的话，我又要放人家鸽子了。谢谢浪浪的圣诞卡，谢谢谢谢，再见。